佢今日嚟咗啦，嚟帮我哋去清理一啲多余已经剥落咗嘅呢芦苇草，见到啦。咁所以咧，佢今日都会开始第一天，将会整听佢讲几日嘅，因为系个面积都唔细咯，同埋佢一个人做啊，咁所以咧都要可能要整三四天。咁我而家行翻出去路面，咁你就会睇到啦，个屋顶嗰方面咧。有啲青苔一嚿嚿喺度，如果我哋唔整咧，佢逐啲每日跌一啲跌一啲咁跌几耐就跌一晒，所以都几大啲嘅执拾工作咁，所以一次过叫个公司嚟整咗佢啦。